5G 还得有几年吧。虽然我们现在不知道这个将来受益最大的应用是什么，但总体发展方向上讲，它一定会是使得很多人很多应用都会从中受益的。就好像2G、3G、4G 的时候，它出来之前呢，我们也不会想到说哪些东西会在这里头发展最快，大家获益最多。但是一旦起来之后呢，人们的创造力还是无限的，能够找到很多新的应用的场景。